第17届音乐风云榜颁奖典礼将在2月26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登场。今天由歌手韦礼安担任嘉宾，揭晓年度风云歌手名单，而他自己也名列其中。而在颁奖典礼当天的演出阵容也抢先曝光了。如果可以疗愈嗓音搭配帅气造型，一夕爆红的电影主题曲《如果可以》成为民众朗朗上口的歌曲。创作才子韦礼安受邀揭开2022音乐风云榜年度风云歌手名单，除了五月天、831、邓紫棋，他自己也在名单当中。也很期待到时候的演出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新的感觉，会带来的歌曲绝对是让全场可以跟着一起大合唱的。为了回馈歌迷，今年音乐风云颁奖典礼将在2月26号晚间7点在北流音乐中心登场。当时除了韦礼安、秋风则、艾薇轮番上阵，动力火车、831和告五人等三大天团也要以动人歌声带给歌迷难忘的夜晚。用聆听的这些互动的表现，然后的数据来真实的回馈给这些创作者，其实是我们最想要去彰显的一个行为的价值。而年度风云 Podcast 则有妈爹讲故事、唐扬鸡酒屋等不同 Podcaster 入选。除此之外，2022潮流新生选出雷琴、Lucy 和赫的 Crane 等人也会在典礼当天登台演出，要让台下粉丝来场感官新飨宴。记者邱玉婷、姚贤台北采访报道。